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英文写作的句型要教的是如何表达极度不愿意做的事情，就是我死都不想做什么，或我绝对都不要干嘛。好，那就这个句子的结构是，句型我们先看一下，The last thing I want to do is to blah blah blah，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，如果排顺序来讲，好，最后一样想做的事情。是什么？也就是那件事情，我完全不想做。那我们这边有一个中文的句子，我们试着翻译看看。我完全不想当老师，有时人生的职业有这么多种，那老师当老师这件事情是我最后想做的事情，有时是我完全不想做，我死都不要当老师。那这句子翻译出来的结构呢，就是 The last thing I want to do is to become a teacher，就是当老师这件事情是我最想做的事情，排顺序里面最后一样，所以我就是我死都不要当老师，或我完全不想当老师。好，那另外一个中文句子，我绝对不会背叛你，也就是我人生可能会做的事情有很多样，但是背叛你这件事情会是最后一样，我会做的最后一样的事情，所以 The last thing I would do is to betray you。那这个结构呢，不一定说后面一定要是 to be 的结构，它也可以是一个名词当做补语。好，所以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事情，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是毫无意义的争执。所以呢，这个句子呢，我们翻译出来就是 the last thing we want to see as a pointless dispute。dispute 是争议、争执的概念。好，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句型当做补语的概念，不一定要当做主词。好，那我们这里有一个例句，擦洗窗户是我最不愿意干的事情，所以呢，擦窗户、洗窗户，我们要用动名词当主词呢，所以这个句子翻译出来是 cleaning the windows is the last thing I want to do。那注意一下，擦玻璃。擦窗户这件事情，即使玻璃有好多扇，动名词当主词，主词是一件事，所以搭配的是单数动词的意思。好，所以就是很多事情，我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但是擦窗户这件事情是我想要做的事情的最后一样，所以我最不想做的事情。啊，接下来最后教一句，如何去拒绝人家？好，发好人卡给人家又不会伤害到他，好，因为不对，要看。对方的英文程度怎么样？如果英文程度不是很好，他应该听不出来你在发好人卡。好，我们这里呢有一个句子，就是我死都不要嫁给你，也就是翻出来句子就是全世界的男人来排队哦，全世界的男人可能有30几亿，我们来排队，你会是最后一个我想嫁的。You are the last person I want to marry。有没有发现我们可以用这个句型来表达？死都不想做，好，所以下次不要再只是弱弱的说 "I don't want to do something"，好，那只会让你的英文水平只有国中或国小的程度。希望同学练习一下，然后把这句型学起来，利用在你的写作里面，加油哦！